好的世界吗？很抱歉，我现在很忙哎。那社团呢？你有没有加入啊？我管他什么社团社交的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真幽默，我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，我们做个好朋友好吗？对了，在你走过的人生中，有没有受过什么创伤之类的？如果加入我们社团，会治好你的伤口哦。这种伤口也可以治得好吗？有个叫慧婷的死丫头，一直叫我去刺青，我只好跟她一起去了。当时我痛得差点死掉，死后的世界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我真受够你个死丫头，这东西怎么擦也擦不掉。我去你们社团，能够擦得掉吗？嗯？知音，读这么深奥的书一定很辛苦啊。嗯，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我很有钱的。话一定要常说才会进步，像收音机好几年不开它也会没声音啊。人也是一样的，因为口急而不开口说话，以后就真的不会说话。你跟着我说说看，我是说说看呢，我是我大声一点，我是三八婆。吃饱了吗？那我们走。老板娘，多少钱？我是三八婆。来，每打一次就大声的把他叫出来。我是三八婆。我是三八婆。试试看。我是三八婆。知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所以我都快要疯掉了。知音，你的问题不在于说话，而在于你的心里。世界上到处都是坏人，如果坏人来碰你，你也要对他说对，我对不起吧？你应该骂他，跟他一起拼了才对啊。今天打十次就好了。我是三八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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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三八婆。你来啦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，大概是感冒了，一来就睡到现在。借点钱给我。又来干什么？以为你有钱放在我这里啊？别那么小气嘛，快拿出来。你最近在外头搞什么鬼啊？哎呀，我哪有搞什么鬼啊。你有了女人了对不对？快说，你到底跟谁见面？我跟谁见面呢？项链哪来的？买的吗？小西送的。我去过小西他家，哎，真的是好棒哦，讨厌死了。讨厌什么？他那个男朋友啊，一看就知道脾气有多坏。有钱了不起啊，世俊哥都比他强100倍。哎呦，借点钱给我。
我没钱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还跑来跟我借钱，干脆跟小旭借好了。你来了，你醒了？最近好不好？什么时候来的？你生病了。上车，今天难得阴晴，我请你。这些家伙太小看我了，居然赌大的，我就逮到机会全部下注。带着钱离开那里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你。这项链是跟上次一样的，以后我送你的礼物不要那么随便的送给你的朋友。这次我放你吗？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真的愿意跟我结婚吗？你有这种想法吗？怎么了？明浩，我想跟你结婚，我想要陪在你的身边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就结婚吧。我继续完成学业，你到公司上班，我们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我怀孕了。我怀了你的孩子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刚才你说那是我的孩子对吧？你跟世君曾经一起去旅行，你又怎么能轻易断言那就是我的孩子？你拿什么证明？这样啊，在哪里？好，我马上去。我得走了，起来吧。